结婚生子后沉寂了5个月的赵丽颖终于正式复出，搭档当红流量小生王一博拍摄古装剧《有匪》，网友对于这部剧的拍摄十分关注。虽然官方还没有发布剧照，但路透照总是频繁被爆出。9月29日，网上又曝光了一张赵丽颖与张慧雯同框的照片，和前几次模糊的图片不同，这一次是赵丽颖的清晰正面照。照片中赵丽颖的脸部略显浮肿，原本鲜明的下颚线消失不见，神情中还带有几分疲态，而旁边的张慧雯的脸明显比赵丽颖小了一圈，妆发看上去也比较精致。网友觉得这张路透图中张慧雯清丽脱俗的气质完胜赵丽颖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张慧雯足足比赵丽颖小了6岁，赵丽颖又已结婚生子，当了妈妈之后的女明星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变化。不过正如樱桃所说，女演员的魅力不仅限于少女感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演技，相信颖宝会用实力演绎好这个角色的。